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仆人一命变霸体，2命又加20全抗无敌了。元神 4.7 卡池信息大反转，元神 4.8 版本卡池信息被爆出，元神 4.7 新深渊已经被实锤，元神 4.7 颗洛琳德技能首曝。原神 4.7 卡池信息大半转，原神 4.7 克洛琳德技能首曝，原神 4.7 新深渊已经被撕锤，原神 4.8 版本卡池信息被爆出。首先就是原神 4.6 上半卡池陪跑四星已经确定，分别是林尼特、菲米尼、夏沃雷，然后就是 4.7 新深渊再次被撕锤，一共八层，奖励为600原石，大概率是和之前救生院相互轮换，不然为什么刚好是600原石呢？如果真白送600原石的话，你就不是要米桑的命吗？然后就是原神 4.7 卡池信息为克洛琳德、莱乌斯利、西格文、弗宁娜，以及会开放克洛琳德和西格文的传说任务和旅人章，还会开放坎瑞亚的新地图。可以说 4.7 版本的内容算是非常多了，所以弗宁娜传二倍延期至纳塔版本。然后就是 4.8 版本的卡池信息，复刻角色为艾尔海森、尼洛、申赫、纳维亚，还会开放混池，但并非全都是离月角色。卡池信息为甘雨、胡桃、星海、萧公、克勤、琪琪。然后就是 4.7 版本新角色克洛琳德技能机制被爆出，克洛琳德定位是前台战场主司，有着龙王同款天赋，触发三层 A 反应后增加技能倍率，天赋描述为开战技持枪进行戳刺，战技持续期间闪避合一都是戳刺，并且有无敌针不锁雷火反应，一命追击倍率增加，二命给霸体，大家先简单了解下吧，毕竟下周三就可以开 4.7 测试播，倒是克洛琳德和西格文的技能机制就会被全面曝光。对了，塞托斯、克洛琳德、西格文的例会会在下周一进行官宣，大家可以留意。官方发布了那个预下载，咱们就可以预下载 4.6 版本的东西了吗？然后有人去解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仆人的这个抗打端系数从 0.3 变成了 0.0， 0.0 系0 0.0 系数就相当于说是霸体了，就跟纳布莱特是一样的，好吧。这个本身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就是霸体的，因为整个原神啊，目前为止的话只有纳布莱特一个人的命座里边有抗打段提升这个东西，那相反的你仆人如果命座里边也有这个东西，那就应该，对不对，你这东西就应该跟纳布莱特是一样的，这样的玩家呢才愿意，对吧，掏钱去买你这个霸体，是吧。你要是放在技能里边的，他的这个抗打段的话，你不是完全的霸体无所谓的，但你放在这个命座里，二命在原有的基础上呢增加了20的全抗啊，就现在就说你的圣勋这个又很肉了，好吧，肉都又提了一波，好吧。西格文技能详细分析来了，这是之前发过的西格文爆出的技能机制，然后这是新爆料出的命座信息，从中我们可以读取到下面几条信息。首先，由于最初爆料出的西格文是感电后台，所以他的 E 技能必然是有挂水能力的。西格文 E 技能文字描述会创造一个水泡，且会不断变小，可以产生生命之气，但我们还不能确定产生的生命之气是捡起自动被前台角色吸收，或是只能用于西格文自身。如果是可以用于全部角色，那么极有可能又会产生一个新赛道，并且仆人瞬间就能找到一个合适队友。然后是一命描述为 E 技能产生的水泡不会再减小，翻译一下就是增加 E 技能持续时间。接下来是二命分析，左右是减水抗，很宝贵的城区，具体数值必须到测试服才会给出。三四命未知，右命是增加 Q 的双爆，一是增加西格文主 C 速切腹 C 玩法，且增加它的核爆能力。下面一个消息是 4.6 的卡池例会，值得分析一下武器卡池。而武器为赤月之行和大魔术弓，赤月之行的外观是非常符合仆人的，且是开服以来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外形专武，因为只有仆人拿才会变形，外观挡福利除了主属性给的暴击率，副属性对于仆人非常有价值，因为直接和生命之气相关，所以对仆人的任意输出都有提升，但现在的泛用性不如和仆渊、护魔和刺杀之掌，而大魔术还是不错的，但陪跑四星武器除了传物长剑比较不错，其他武器都很一般。最后报一下 4.7 卡池，上半是克洛琳德加莱欧斯利，下半西格文加纳维亚，之前传过的下半复刻水神被纳维亚替换之后了，所以想抽符符的可以再攒攒原石。